看看大冰雹，看着苞米叶儿全都没了。突然下了，15分钟。农作物这块有什么影响吗？损失大吗？有损失。我现在开始报灾，我现在要统计情况，我下午要给县里报过去。我们分好几次统计，因为第一次统计的话是粗略统计，我们还要更细化一点。